嗨，我说好睡觉吗？啥？我刚开直播呀。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保护好自己啊。这个世道现在很危险的。谁说的？这才不是！我买的肯定是女装啊，我穿不上去男装啊。JK 做错了什么？我们这个过气女子高中生做错了什么？暴露我的商标还没摘。因为证明我平常根本没戴过，因为我的领结太多了，我的领带太多了，我哪有空啊？我很忙的，每天那么多领带，怎么不是女装了？这怎么就不是女装了？奉犬什么？哦，你说是那个风犬是吗？对，我今天特意穿了个红色，原因就是我觉得红色比较喜气。你看，特意打了条正红领带，谢谢谢谢这位朋友。暴露这口红没涂匀呢。半张了。现在好饿呀！我吃晚饭，但不耽误我现在饿，你知道吗？吃了铜锣烧，我平常穿的是女装啊。铜锣烧不都这么大吗？你们没见过铜锣烧，比烤串还要好多，真令人难过。这个烤串怎么不在我桌上？还行吧，妈呀，太甜了，但是我好饿。糖分超标了。当然了。说错了，我吃了晚饭，但是你一般来说你吃完饭之后你晚上都会饿吗？不然怎么会有宵夜这种东西啊？当然，我当然白啦，我当然白了。谢谢谢谢谢谢。哇塞，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在后台吗？
我们在后台看那个速报的时候，他一说第48名多少多少票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谢谢谢谢谢谢。我真的我惊呆了，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们后台的人也都惊呆了。对啊，尤其是，我就问孙珊珊，我说你去年多少票啊？她说她去年多少多少票的时候，然后我们又，然后我们又看了一眼这个今年的榜单，大家都沉默了。这可不是嘛，怎么回事啊？大受震撼。朋友圈里面的人都在震惊，每个人都震惊，并且我们后台 staff 也在震惊。然后，包括默默前辈也在震惊，大家都在震惊，大家就脸对脸的震惊，啊，多少？看得我感觉好像感觉要是咋明天要总选了。大家都大为震撼，真的。对，每个人都震惊了，每个人都震惊了。并且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结束的也不告诉我们，不说好5点就结束了吗？我当时在5点之前我不敢发房间，然后结果 MC 之后，默默上来说好，现在结束了。没有啊，他们之前不是说什么好像5点投票结束，因为我今天看菌菇拉票的时候，他们都说快5点了，大家快投票啊。结果 MC1 的时候说现在结束，我又惊了，啊，现在才结束，那中间这个时间在干嘛呢？结果 MC2 的时候说，傻了吧，现在才结束。救命啊！然后你们都不知道，当时后台全乱套了。我就在后台，我听了一个更震撼的，他们说今年总选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表演完节目，投票才结束。天呐，看到我已经开始过呼吸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怎么，不知该如何形容，真的是。我当时只能，我们谁都不知道，大家只是台本上是这么写的，我们谁都不知道。怎么说呢？大为震撼，我当时在后台喝了好几口水，冷静一下。
我你今天你今天怎么我不敢说呀，我这个人毒奶，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说下一步算了，你下一步你就搞得像那个叫什么《王者荣耀》似的，像那《王者荣耀》积分似的，你就实时滚动得了吧。就反正大家都是折磨人，你就实时滚动吧，你要不然，折磨死我得了。谢谢谢谢。然后这个我们 staff 等一会儿大王进来，大为震撼啊！大王大为震撼，他说："哎呦，这就是主意不错，立马就去策划。"是大王一到半夜2点就要上线。这么多呀！天呐，路，谢谢谢谢你的，谢谢你为我的这个梦想啊助了99次力。你们要不要把这个对人的称呼统一一下呀？一个感觉好像已经叫成另外一个职业了。谢谢谢谢。真的是打扰了。现在距离8月7号还有，还有好多天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今年这个票啊，我知道这个票是代王统计的。你们有什么不满，你们找代王，别说是我说的啊。那我不知道，我觉得呀，我刚才就在说，大为震惊，大为震撼，我真的震撼死了。那我不知道靠不靠谱啊，反正我们 staff 说的是那个是后台代王统计的。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确，的确，还有一条漂亮的领带。我今天其实我刚才我有看你们那个口袋的留言，你们想看戴眼镜还是不想看戴眼镜？要不然打一架。我这个眼镜如果戴了就摘不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它会留印儿，因为我这个年年戴眼镜，天天戴眼镜，这辈子反正就是一直戴着眼镜，所以说我鼻子上面有2道很重的眼镜印儿。那我能掰动掰不动啊？我把这个眼镜的镜片掰下来，就已经用了我很大的力气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把那玩意儿这样掰下来用了多大的劲儿。单面镜片，那不是那个考古教授吗？上次拍摄，我上次什么时候拍摄戴眼镜啊？我有干过这件事吗？我失忆了。是吧？我好像没戴过眼镜。谢谢谢谢，没办法，人的肤色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我的真实肤色，因为我不是纸片人。真的，我跟你们说，当时我们在后台，我们都大家都坐在一起嘛，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坐在那个一体同心那个椅子上，后面就靠着那一体同心的那个盆栽，我这样靠在这儿。一开始我是坐直的，你们知道吗？我坐直的，谢谢。然后默默前辈他说啊，第48名啊，8万票，我就摊下了。我说多少票？他说8万票。我说去年多少票啊？他们说好像4万票吧。我说那我摊会儿吧，我就摊下了。然后他紧接着不报刘杰了吗？他一报个 Team N Two 说不会是我吧？他说刘杰在那块补妆呢。刘杰说哪来的票？我说，刘杰说啊，怎么了？谁在说我的名字？说哎，你在上面呢。说哦，然后后面又不是又报到什么栗子了吗？还报到白馨予。然后这个当时我这边坐着周诗雨，然后那边坐着孙珊珊，我们三个坐在那个椅子上就这样坐着。哦，我在这摊着，他们在这坐着。这边问一句，那个去年多少票啊？今天怎么这样啊？过一会儿，去年中报多少票啊？啊，多少票啊？我说，那我摊着吧。我就摊下了，我说，然后他后面又报。都报到33了，我说，哎呦，33了，凉了，然后我就躺下了，然后那边孙珊珊说，哎，我粉丝好像都没有投过速报，那边然后结果那边立马就，啊，25名苏珊珊，孙珊珊，嘿嘿。进 UG 了，然后说牛啊，我夸他，我说哇，哇塞，今年进 UG 了，速报，你看你往年都没进。然后我们俩正在这商业客套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商业客套，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好像啊，好像我说嗯，好像已经结束了，大家已经开始商业客套了。他那边报说21，啊 Team N Two 张亚蕊，
我当时还在那摊着呢，我说啊，哎，喊的是我吗？对，我一个仰，我脊椎又起来了，我说哎。人生中第一次打败苏珊珊，哦，第二次，那个前面那个他叫什么来着？阶段性书包也打败了一次。说出去多有面儿啊！你看，给自己涂个口红。大家都没有磕到恭喜我，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各干各的，就真的是在各干各的。我们三个人一直在这坐着，我就说，哎呦，我说没看错吧，这都20万了，我说那神器要多少啊？结果我们看到神器，我说，哦呦，我说牛啊！大家突然又震撼了一波，大家就突然又开始震撼了，互相直接说牛啊，牛啊！当时人就看傻了，傻到我这个我仔细的看了日期，我说是，今天是6月27号啊。对，然后并且你们知道吗？就是报神七，报每个人名字的时候，我们后台的姐都是这个表情。都是这个表情。大家每个人大为震撼啊！后面开始鼓掌，每个人都开始鼓掌。剧场阿姨，我不知道剧场阿姨那时候在干嘛。剧场阿姨可能那个时候正在帮那个拉票那个什么，有被震撼的。为啥我今天好可爱？我平常不可爱。真的。毕竟我们后面紧接着是春日，就你们知道，后面紧接着是春日，那个时候大家还在后面大为震撼，就每个人在后面大为震撼。那首歌怎么唱来着？什么？每个人的嘴里的前面那句是什么来着？啊对，就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我感觉在那个书包之后啊，我们春日的时候就是，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唉，太卷了，太卷了，咋这么卷呀？这都咋了？
真的，每个成员嘴里都是这句话，太卷了，太卷了。怎么会这样？真的是。毕竟成员也是人。昨天学校图书馆学晕了两个，被知识全塞脑子里面，没塞进去，塞满了。原来如此，原来这个十周的预言竟是十之卷。难怪如此啊，难怪如此。这一下子破案悟了啊，难怪难怪。难怪会选择在我们队的公园上速报，变。为了明天不迟到，我在公司边上开了个房。那你睡公司里面不就好了吗？你说打个地铺。真的是，所以说实话，其实当时那个21说到是这个是在下我这个本人的时候，真的人很震惊。虽然人很震惊，但是我的脸上没有表情，我就是这个表情。你怎么知道我是歪嘴龙王？好过分！我现在我的这个一举一动都已经可以被参透了。不行，人家之间要保留秘密，真的要保留。的确，后来就是仔细确认了一下啊，的确是在下的时候，我当时一边看手机啊，就只有这个表情，耐克嘴。算了，他不配，对勾嘴。再尝尝这玩意儿，更难，不是，更甜了，不吃了不吃了，太甜了。那可能就是黑眼圈，你没有想过。人要承认，就像我的确有黑眼圈，这天生的，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是怨不得灯光的，因为你就长这样，没办法。谢谢谢谢，当然不是，这是我自己的旺仔。往前一点，往前一点，怎么看到我这个漂亮的领带？
顾村公园打疫苗400，怎么可能？我怎么没有？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那为什么我们成员去打的地方都没有钱给啊？我还打了两个地，去两个地方打的。真的？太令人难过了吧？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我打都打完了，我们谁都没有收到过，令人难过，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一个亿。太难过了，现在我就要介绍别人来上海打疫苗，介绍大家来上海打疫苗，欢迎大家来上海打疫苗啊！那你快去，你快去顾村公园打疫苗。啊！我那天去打疫苗，坐那儿就打上了呀。还是分地方吧，要打疫苗一点都不痛。徐汇在哪儿啊？天哪，这说的人好心动啊！我就打只打了这一条胳膊，我这另外一条胳膊我还能打吗？心动了，不酸，一点反应没有。对呀，真的好羡慕啊，那有点惨。我就打完疫苗之后，我除了有一点困，就没有什么，可能是主要是到那个点儿了，可能就该困了。一般我都犯点困。那倒也不至于，你要是打疫苗有400块钱，你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这没有这个必要啊。真的。你要是有400块钱，打疫苗要是给你400块钱，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让自己开心一点。不然你这有种在卖血换钱供自己家孩子上学的感觉。对，有那味儿了呀，这相比较都是一样的呀。许三观是什么？你们都看过，当然是我读在教，不然是什么在教？那的确，嗯，
对，的确是你们肚子在叫，你听错了。这个点我就不想吃东西。我看过《活着》。真的，我一开始我今天下午老紧张了，我就一直疯狂的就跟他们聊天儿，你们知道吗？我这耳钉一直都是这个耳钉，怎么回事？但是想一想，其实真的很像，啊，你看看，你们看没看过有一部韩剧啊，就是讲一个站姐的故事，有一个韩剧就是里面有个女的吧，我没看过，就反正就是个站姐，站姐，啥耳朵呀？这脑子里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你看，你打疫苗，打完疫苗之后，给你400块钱，你想着说，太好了，我可以投票。啊，对啊，这不就跟那个站姐是一样的吗？看公演。就是我去学校看看我家孩子的汇报演出，啊，总选了，哎呀，我家孩子要考试了，还是期末分班考试。金曲，我家孩子期中考试了，这个考试啊，决定就是暂时就稍微决定了一下我家孩子这个下半年啊上半年的状态啊。然后你看。大家这个为我的梦想助力啊，就是，哇，时代的眼泪，这世界上还有人记得有风尚吗？当然。我炸毛是因为他当时给我打包打的，他全都给我剪成了短头发，气死！你贴着发根剪的呀，那你头发哪长那么快？他是这样，他是当时是这么给我剪头发，就是拎就是这样拎起我一个头发，直接给我剪短。那所以，我这个这都是当时打薄的头发。本来头发就炸。没事儿，绿色显白挺好的。绿色一般是显白的人比较白，显黑的人更黑。一切显白的东西都是显白人白，黑人呢还是很黑。我说的黑人是指长得黑的人。
就是我啊。我不知道谁没事跟别人比，不是，我没有必要每天跟孙珊珊比谁比较黑吧。这个事情比完之后，他可能会开心，但我也满足不了自己啊。是啊，这也不能满足我的什么心情，知道吗？他怎么可能只晒手？并且你们知道吗？我之前不是跳过一次满月吗？满月他不有动的是这个搓手的动作吗？当时，我觉得录的时候，我看了看我这个手的正面和反面，我沉默了。真的，我当时沉默说，哦吼，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九九九九，感谢你，感谢你，给你比个心。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啊，因为这个现在已经点进我的直播间了，然后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摆出一个油腻的姿势，对每个直播间说来了宝贝儿，有点变态了，算了。换一个，来了老妹儿，哎，有没有？有那味儿了。男友，来老弟，对呀，我刚才说了呀，我就说要摆一个油腻的姿势，没有季老师是这样的，你学会了吗？啊，还露出了牙，你学会了吗？啥油腻？就是你刚才看我那个样子，就是油腻。想不到吧？还要讲气泡音，最近在干嘛？你来看我的直播啦！气泡音啊，气泡音就是这样的呀。真的，你们不懂气泡音，你就去看那种代练，就是这种声音，带你上分儿。什么是夹子音呢？我没听过什么是夹子音？我最近没怎么上网。啊！这不就是奇怪的声音吗？我不去搜，我没有东西搜啊。我们不去搜，才不去搜呢。为什么在这个好不容易就是有大量的人点进我的直播间的时刻，我要找这种夹子音呢？我就应该用我的社交音讲话呀，然后大家一点进直播间，哎呦，知道吗？这样才是正确的嘛。
什么？我这个平常我就是这样子的。好了，别说了啊，等一会儿大家已经马上下一秒，大家已经退出了直播间了，大家点进了直播间去，哦呦，然后大家退出了直播间。用我的社交音讲话。现在我就是社交音，就是这样讲话，感觉像口水卡在了嗓子里。顾里不是这么讲话，我跟你们讲顾里是怎么讲话，我超会学顾里。林香，我给你听着，我这样的人生给你，你要吗？我问你，我的人生和你换，你要不要？那他是这么讲话的。谁说的？他那场戏就是那样的。我《小时代》虽然没怎么看过，我十级读者，十级这个阅读者，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哇，他们穿的好漂亮，我十级，我每天都看，哇，好漂亮。是。要不然就啊 ，Lucy， 我的那个什么劳斯莱斯给我开过来，都是做，反正都是这样讲话。后来长大了之后我就，主要是他后面的秘籍。不过我那都是很久之前喜欢。南湘很漂亮，郭碧婷很漂亮，大美女。那个时候还上小学呢，这个世界的这个不同马上就要出现了。《小时代》的时候我上小学。《仙剑三》的时候我也在上小学，宫的时候我也在上小学。然后还有什么《步步惊心》啊，那个时候我都在上小学。后来有一个很火叫《舞剑奇谭》，那个时候我上初中。哎，上没上初中？刚上初中好像。看，快去吧！现在也漂亮。我那个时候就超喜欢，超级喜欢，谢谢你。刚才在大家这个点进我直播间的时候，你怎么不出来挨夸呢？哎，我说完这句话也，是吗？原来是我这个，那个词叫什么？是我想多了，是我错付了。今天看了我的 unit， 你确定吗？暗语就那光，
老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的梦想助力。我们这个暗语的灯光是越来越过分。真的，其实我今天这个我神龙不了，因为我这个 Unity 换不出去。冷知识，我几乎是 N 队最快，我好像是算是 N 队最快跳了四首歌的人。哎，我们一共有几个 Unity？ 四个、五个、六个。哦，那我应该是 N 队最快跳了四首歌的人，没有问题，没错。我是最快跳了四首歌的人，但是现在大家纷纷神龙了，就连这个这个北京来的成员也都神龙了，我就死在这里了，因为换不出去啊，单纯是因为换不出去。一号肯定也神龙不了啊，因为我不能拿三号位去跟人换，大家都是等价换的。对，我一号还是暗语。我这个，对，你看我当时早早的啊，我记得我当时十支卷的第四场还是第五场，反正十支卷十场以内吧，我就已经开始跳第二个 unit 了。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我是最快，我每次都是最快跳了很多首 unit 的人，但是到最后啊，永远都神龙不了。我跳过这么多公演，从来没有神龙过，好震惊啊！没办法，我从来没有神龙过，当然没有，从来没有神龙过。我那个时候，新旅的时候，我也是，我是第一个跳了，也是第一个，除了我忘了新旅是哪首歌啊，那个炒拉面叫什么玩意儿来着？一心肝胆胆胆胆胆，好友创个贴，我想起来了，我是当时我记得我是第一个除了好友创个贴以外所有都跳过的人。但是到最后我也没有跳过好友创可贴。我跳新旅出道的呀，谢谢谢谢。怎么回事啊，我跳新旅出道的，假粉丝儿啊。并且我其实我，谢谢谢谢，并且我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就是我经常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跳什么，我好像都是会有两个 unit。因为当时跳心理出道的时候，就是我和谁来着？是忘是和谁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一场，比如说这一场我跳地平线，然后他就唱降落伞，
下一场我唱降落伞，他就去跳他自己的其他的 unit， 就是那个时候是降落伞是固定轮换的。然后后来来了 N 对轴十支卷也是那个时候，我就其实我当时观自在的没怎么跳过，我那个时候一直在跳信念监狱，就是只要跳信念监狱的人不在，我就去跳信念监狱。想不到吧？是，后来当时我记得我反正怎么说呢，射箭射那么多次，也打到过一些人，不过那些人最后好像也没怎么出现到剧场了。希望这些被打到的人现在没有在看我的直播。对，我打到过镜头，打到过摄影，打到过超威，尤其是打到过好几个超威。没有想到就是来我们这个剧场看公演啊，做超威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谢谢谢谢。就是你们可以细细观察我的表情，如果我当时射箭啊，是这个表情，证明毫无问题。如果射完箭之后是这个表情，就证明完了，打超威了。并且我感觉这个箭它可能是它自己有点毛病，你们知道吗？我上一次就有一次，我最厉害的一次呢，就是我首先打到了镜头，然后打到了那个旁边的摄影，咚咚咚，掉到了超威脑袋上。那个超威意想不到，他没想到坐在这里面，那个箭明明从他上面经过了，还是砸到他头上了。后来他再也没做过超威了。好像在公演我也没见过这个人了啊！啊，刚才有人说也被我打到过，真的吗？不好意思。这个是很古早的东西的。是，后来我发现我当时一射箭的时候，我们那个摄影啊，就这样，就走了。你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人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砸到过好几个。等过一会儿被我砸到的人纷纷过来找我报仇。真的不好意思。我当时有一次还有 double Q， 就是砸到了两个超威。先砸了中间那个，又把他旁边那个也给砸了。因为他那个箭，他是塑料箭嘛，他这个就是软嘛，他弹起来就啪，又砸那个人头上了。因为他们会躲呀，他就哎，啪就弹出去了。没办法。就是希望大家好一点啊，就是下一次当超威好一点，就不说下次这个当人了啊。你朋友握住了，你朋友厉害呀，谢谢谢谢，学会了，谢谢谢谢。他肯定没少被打，他这次已经学会了。他说：“哎，谢谢谢谢谢谢。”
对啊，十一月就要千秋乐了，明下一场就是千秋乐，就拉票那场就千秋乐了。你说他千秋乐，他也不说，他告诉大家是千秋乐。谢谢谢谢，你是在干嘛？你在凑数吗？怎么对我这么客气啊？下一场应该是 MCR 了吧？我跳不了，我换不出去。慢慢来，不用慢慢来了，下次就最后一场了。羽化成蝶没有化。在干嘛？什么鬼啊？这是什么梗？你们这个谐音梗也太烂了啊！这个谐音梗是要扣钱的，我跟你们说。我不知道复活公演要跳多久啊。我们这个复活公演应该会跳蛮久的，所以我这次是跳拉米拉米嘛，哎，这个歌好换。估计可以轻松的换走。但是，是，这歌好像挺累的。主要其实当时给我选择的时候，就只有那个拒绝指教和拉米拉米了。我说啊，好的，我说我跳拉米拉米。咋可能呢？不好换吗？那孙珊珊跟我说的呀，他说这首歌最好换了，很热门的。我7月1号拉票，我不知道谁先拉票，没有说。谢谢。不是，主要是只有拒绝指教和拉米拉米了。我想了想，我说那肯定还是拉米拉米要好换一点。是不是？那是你们想不到谁跟我一起跳，是没有人自爆谁跳拉米拉米。那我告诉你们，你们肯定想不到。哦，陈向南。对啊，陈向南，还有一个人呢，你们肯定想不到。不知道，都是软妹。反正你们爱猜，你猜吧，你们猜是谁？其实挺好猜的，因为我是3号位，你们看看站位在我前面的人哦，
也是哈，站基本上每个人站位都在我前面。就是你们看，你们猜猜站位在我前面的人谁会选这首歌？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说呀？我也不能说，不然的话就没有惊喜了。那谁知道呢？毕竟我们是按照我们是按照站位选 unit 的。你们就猜吧。反正到首演那天你们不就知道了吗？也就只差这几天嘛。当然可以说了。我跳的是爱静的位置。这没什么不能说的，我跳到张爱静的位置。但是张爱静和我这个差距很大，我和她的差距很大，因为她是可爱的萌妹啊，我容易被萌妹。笑，我为啥要笑啊？你想看我怎么笑？对，够笑。嗯。真的是，这给我搞的这个气氛都没有了。本来还想说点什么，怎么到现在这个话题这个？歪到哪里去了？你让我笑我就笑，那岂不是我这个人啊很没面子啊。谁说我不喜欢语音分派了？那我这房间里面翻的语音盼盼是什么？睡吧睡吧睡吧。给大家唱首歌吧。那语音翻不就是那样的吗？那不然什么是语音翻盘啊？啥蜜雪冰城？哦，是那个吗？是那个给冰淇淋那个。我爱你，对，你爱我，要我爱你。话怎么说像占我便宜的一样？找一找。
我没打算唱《蜜雪冰城》，这话说的，我没打算唱。我想想，我当时，哎，我当时因为我的脑子里面的印象，我好像要唱一首歌，是什么来着？啊，我想起来了，一下子刚才脑子断片儿了。荷兰捷克0-0，我之前有预言吗？我有预言说什么他们几比几，谁赢谁输吗？好吧，好吧，我没打算是随便唱，唱这首歌，反正也是我之前唱过的。我没有环境音，是因为我这个外面有两个空调外机。清唱吧，因为我的印象里，我记得我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没有跟他原唱唱，我当时是跟着他伴奏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录音的哥哥呀，他说反正你唱肯定是有自己的这个感觉在的，所以说他说你就伴奏给你放着，你就唱吧。给自己唱个前奏，我这个人的爱好就是给自己唱个前奏，虽然这个前奏可能不在调上。啊，你们要是录的话，记得别把我的前奏录进去，我只想给自己起个调。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
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颗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他会带你找到光的来处，就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大口从单薄的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上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好耶，唱完啦。其实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你们猜我喜欢哪一句歌词？是，我很喜欢那句。我很喜欢那句，我喜欢另外一句。你不行，你也不能打断我说话。我喜欢那句，我喜欢那句，那个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诶，起低了。那我不管，他一气儿唱完的就是一句。他这中间一气儿唱的呀，那是当然了。这跟夸我有什么关系？我又这不词儿不是我写的，这词儿是谁写的？这词儿是毛不易写的，不是我写的呀。这是我们王同学写的。毛不易他不姓毛，他是王，他姓王，王老师写的。
好的。我之前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们拍那个电影嘛，我们这个电影有一个片尾曲，它可能是片尾曲，也可能不是片尾曲。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它应该是个片尾曲，但我不知道到最后它会怎么用。然后有一那首歌我也很喜欢，但是签了保密协议的，我不能说。唱了呀，有一句歌词我很喜欢，哎，但我不能说。对，反正很要快了，等到时候等电影上映的时候，你们猜我喜欢。我觉得到时候你们可能也会喜欢那一句。我其实还挺喜欢那首歌的，因为我感觉那首歌唱出了我当时那几个月的状态。也不好说啊，我再说下去的话，一会儿人家就过来告我了。那个时候，说实话啊，那个时候，因为我，谢谢，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说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让我有一种就是好像自己还年轻的感觉，虽然我依旧很年轻，但是感觉好像自己又年轻了一把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我没怎么经历过学生时代，对，因为它是个青春歌舞片。我现在我看到他说了，他宣发已经说它是青春歌舞片，我可以明目张胆的说它是个青春歌舞片。但是因为我其实我没有怎么经历过学生时代。我的青春都在做偶像了。所以说，我没有怎么经历过，就是我这个年纪应该经历的青春时代。然后你说好巧不巧，在里面演了个高中生啊。因为这高中，因为我当时上学也很乖的，我乖学生。我们那个学校，我们那个村儿，我们村儿的那个学校吧，怎么说呢？就是也没什么很开心的活动啊什么的。我不管，我一般管他叫我们村儿，不好使啊，反正就是我们村儿。谢谢。我上课才没嗦粉呢。毕竟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为什么沉默呢？是因为我懒。比如说，大家跑操的时候都在跑操，我一般连操都不怎么跑。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怎么经历过这个电影里面他写的青春。有一群好朋友跟你一起疯，一起闹，没咋经历过。我当时都是怎么说，上线啊，赶紧在那个 Minecraft 里面啊种地、盖房子。对，我那时候都在干这个事儿，游戏啊，就说上线，在电脑里面玩游戏，玩我的世界，种地。
我说赶紧大家种地呀、啊。对，我们还一起盖房子，10个人一起盖房子。我要巡逻，我说谁要是不好好盖房子，我就出警。我拿那个钻石剑，就那马赛克钻石剑，我追满山头。我说你把我刚才种的地踩了，我要削你。我就小时候就只干这种事情，从来没有怎么玩过。体育课就一说就自由解散的时候，我就回我那个教室里面躺着了，因为我不想这个在外面，说又流汗又很烦又很晒。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体验了一把青春啊。哎、啊，你说明你对种地这个 DNA 动了。所以说没有怎么经历过，哎，也算弥补了我一个，也算弥补了，稍微弥补了一下我的遗憾吧。还有一首歌，我之前说一定要好好的唱给你们听，因为上次唱的不好听，说好每隔一段时间要看看进步有没有进步的。看看我这个声乐课有没有白上啊？虽然现在我的声乐课还在学视唱练耳，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历史性突破，就是我发现我认简谱了。等一下，我拽一下。进步了，真的吗？我进步了。对啊，我这上声乐课他也教这些呀。没有，为啥我这么激动呢？是因为这个弹幕里面啊，的确混了一个这个，这是曾经的录音哥哥啊。所以他说进步了，我震惊了，他夸的是实话。虽然我不知道当时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在听啊。倒也不必吧。找一下歌词啊。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夜点。夜点的特效真的好长。哎，我先这么说，他们你们不会以为我要唱夜点吧？不可能的。可能，噔噔噔噔噔噔噔。哦，不好意思，我找一下歌词。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啊，他不能说着看，只能横着看，我能举着他看。我觉得到时候你们可能会做那种视频，抓耳，从认识抓耳到现在，抓耳唱了这么多次这首歌。唱功有没有进步？给自己打个节奏，因为我不记得他前奏，他好像没有前奏。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有一份心。想将它赠予你，那是会在孤寂漫长的夜里，依稀在远方不停闪着光明，缀满苍穹的一颗繁星，虽然不断失去，虽然非劫难聚，虽然也受尽委屈，虽然也心愿难续，依然欲挣脱逃离，依然要坚信到底，依然想鼓足勇气，依然会昂首挺进。尽管我们的双手中空无一物，也渐渐相依，却感受守护的气息，所以请你相信，孤独是必相信，我将化作星辰守候着你，紧握手不放开你。我有一份心，想将它赠予你，那是会在寒风刺骨的夜里，温暖你冰凉的心，不再惦记，让你安心的笑谈心，虽然也难以忘记，虽然也耗尽耐力，虽然也力不从心，虽然也总被夺去，可是我愈发清晰，只要我身边有你，想要守护的心意，我变得更加坚定。为了能够让生命的色彩更艳丽，尽管增添随内心声音去演绎，模糊了的视线，看不清这世界，就让这双柔软的双手追色先天，即使我得不到旁人不好意思卡住了即使我得不到旁人那些肯定的眼光，即使我嗓子哑了其实证明唱歌前你要多喝水，你知道吗？即使我得不到旁人那些肯定的眼光，即使我也不曾拥有过至上的光环。
那双娇弱的小手也一定能够守护着我们最挚爱的人的笑容，尽管我们的双手中空无一物，也只只想一去感受守护的气息，所以请你相信孤独时别伤心，我将化作星空守候着你，紧握手不放开你。真的吗？还有一段，还有一段，我觉得这段，我觉得这段我应该不需要看着歌词了。主要是我感觉自己唱歌是表现很狰狞，所以说我自己不敢看自己表情。我用一份心想将它赠予你，但是会在孤寂漫长的夜里，依稀在远方不停闪着光明，缀满苍穹的夜空繁星。再喝一口干了，啊，真的吗？我知道为啥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没有卡册。哎，你们说我会不会这个嗓子哑的原因是因为我喝了四个旺仔牛奶呀？打嗓子，其实我很喜欢一首歌，你们肯定不知道我到底我喜欢那首歌是，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有一个很喜欢合理的曲。啊，我之前很喜欢，我喜欢的歌很多，我很喜欢那首歌，我很喜欢笨。怎么我说什么总是有人先我一步，你把我身上这监控砖拆了行不行？怎么回事啊？放给你们听听吧。
我把这首歌之前安利给过很多人。甘世佳给北京写歌，他当时也不知道给我们沈阳写的歌。我歇一歇我的嗓。守护前路，既然已走过下半生，用当时一腔天真换来几夜红尘，交出了我的青春，我的自由身和留白，那部恋爱歌的。告诉我喝。说好要一起牵手走过的人，在微凉某清晨一转身。那看来还是我不够。等我这个，等我以后我火了，我就在直播里面天天 Q 他，我抱着他大腿说求求你。其实我还很喜欢一首歌，我很喜欢那个《梦之河》。但是我感觉好像每次唱，但是我感觉《梦之河》很适合当毕业曲。本来就是毕业曲，我知道很多很多毕业曲，所以很多歌我都想，我说其实这些歌我都没怎么唱过，我都想说等以后留着毕业的时候唱。哇，老刘这句真的好高啊。我记得当时这个首演我还看来着，我当时就记得老刘这句惊为天人。我毕业这保守估计应该有很久啊。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喜欢的那句肯定没有什么区别吧。我的人生无限可能，相遇无尽夜幕深深，或许此生。哎，你看，果然啊，所有人都觉得是这一句。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和曲，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和曲还词，你要细品，其实都蛮。也不用细品吧，你就看，你就蛮那个的。《梦与星梦到海上》听起来也很像毕业曲。
是。我之前不说过吗？许的约的那首歌当时有，大家有说什么填词啊什么的，我已经不记得我填的什么词，因为他也没有用我填的词。对啊，其实好听的歌有很多的，《天空信》的确很好听，我还挺喜欢《天空信》。天晴就不行了，天晴了这个，因为每次之前都在放这首歌，所以已经 PTSD 了。真的真的，华山新路还挺好听的，其实不一样。天晴了，天晴了这首歌因为放太久了，说实话啊，天晴了这首歌因为放太久了，你只要听到下雨声，你就会想到下雨、车窗、雨刮器、大哥、高跟鞋、伞，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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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连在一起了，你们知道吗？是不是一下开始联想了？然后听大哥那句“瞳孔倒映着的乌云”，啊，开始了。这玩意儿真的刻在 DNA 里面，太洗脑了。我其实我今年，但今年这个也很洗脑，就是 Hello Cupid 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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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但其实我跟你们说。可能只有你们，可能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我之前还很喜欢那首歌《妈咪妈咪哄》，妈咪妈咪哄哄，我觉得那首歌也很洗脑。太可怕。最近我还很喜欢那首歌，《马尾与发圈》。果然，我才是最后，我不是我才最后，我才是真正的四八粉丝。我还记得那个怎么跳呢？竖起的马尾，真的是，我才是老狙狙，你们都照我差了点啊！但是老狙狙现在就熬不住了。对，对，尤其是马尾花钱最后一句，夏天开始了，我现在我就要下，老继续熬不住，老继续怕自己猝死。柠檬船不洗脑，柠檬船整一句 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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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一点都不洗脑。下了下了下了，梦想岛，哇呜哇呜哇，穿越热情撒哈拉，看。
只有我是老句句，我每一年的我都记得怎么唱，哈哈哈，救命啊！怎么会这样？下了下了下了，很困，拜拜。哎，怎么关不上？